我们的眼光跟心思只单单注视你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上帝，我们要为我们的家庭、职场、校园与人的关系祷告，特别是在面对紧张冲突的关系，求主让我们彼此学习悔改及饶恕的功课，让我们能活在真实人生与爱的关系中，脱离恐惧仇恨，并保守自己在你爱的国度中。祈求天父上帝赐给我们这个大家庭人人同心合意，与牧师同工，共同成为福音的出口，引领更多失丧的灵魂体都得到安慰及平安。我们也感谢主的保守，让我们的咨询师透过医疗团队及大家的关心，身心都得到照顾。教会能有许多身心灵亲爱的兄弟姐妹，求主保守及眷顾他们，同样的医治，在你的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引导我们前进。我们当谦卑等候领受，因为生命活水不因时间空间而停息。让我们在各样事上学习献上感谢，主的祝福及喜乐要充满在我们身上，来荣耀主。我们一起来恭读主祷文，请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就叫我们脱离羞恶。因为国度、权力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好，今天的圣经节有两处，一处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八节，一处在使徒行传六章八节。我们一起来恭读约翰福音三章三节，请。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上帝的国。”尼哥底母说：“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出生来呢？”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上帝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。风随着一丝吹，你听见风的声响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肢体繁满的恩惠能力，在人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。”今天洪传道牧师要为我们传讲的讯息是灵、风与火热的心。我们将下面时间交给牧师。